没错，邪典同学啊，决定要奉献一点点费用给老师当成那个下午科学下午八的经费。是啊，大哥，大哥，那个，只要下午想写作业，我在自然教室的时间，就欢迎各位到自然教室来看影片、写作业、做专题都可以。然后我们会从学联的打瞌睡经费拿来当成那个特意叫我的打瞌睡哦。你刚刚好，那就这里没有人叫我去。啊啊啊！我刚刚讲了，刚刚你耳朵旁边，看你耳朵了，还没开始。快点，先回去。好，那个冠元跟阿娟来起来了，已经上课了。谢谢。他们两个也可以扣哦。这也可以扣，对对对。他们也可以扣，都可以啊。都扣。好，那个有空的话就下午时间欢迎到这里教室来写作业，不要跟我讲说我没有空写作业，回家没有时间写作业，那就下午来写作业，好不好？下午没时间。哦，这样。多一点时间吧。我已经准备自己计划了。然后那个，基本上物理啊。或者自然科学在国中部、高中阶段，它分化成不同的单元。好像彼此每个单元之间都彼此有点关系，但是有时候你可以先切开学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想说，啊，我前面都没有学，我现在学不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啊，每个东西我们在国中阶段已经学的概念，我们先学的概念就好。如果你数学不好，没关系，以后你就会算。但是你至少现在先有概念，先有概念就好。好，概念先把它养成 ，OK。那不要急着说，好像我就听不懂。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上节课所讲的你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，有就赶快举手啊、哦，有就赶快举手，就像刚后来怪说，其实我刚刚听不懂，哦，你刚刚不举手，因为我刚刚没有想到问题啊，对对对，那很好，想到问题就马上讲，非常好，好了，怪于这么好，给加一点嘛，这样也能加，对，我的那个麦当劳，对哈、哦，麦当劳，对，我今天下午把它整理出来，好，我可以直接追到了。你今天下午跟我一起走吗？你下午要走啊？我们今天下午，我们要去麦当劳，我们要去游泳了。我也要。那你会把我带回宿舍吗？不会。那你再去麦当劳。那个谁，浩轩他爸会带浩轩回家，会坐公车啊。你可以当天坐公车回去就好了。我觉得他爸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过去吃麦当劳是没有经过那边的。对。道理。你可以到时候自己坐车到罗东就好。怎么样？好了。所以我们刚刚解释了哈，一个导线，一个导线，没有骗你啊。我没有，已经买完送过来。对啊。什么？我以为是买完送过来。没有，上学期是小黄，上学期、上上学期都是跟着我去外面吃的。我买回来多难吃啊。对啊。而且我什么时候去买？告诉我什么时候去买。早上吗？早上。吃早餐的。早上去买，我没经过麦当劳。对，我们家送到这里就好了。真的哈，想太多了。我们传到两三个人，后来再一个麦当劳，后来就改了，后来就赶紧改，就是你如果不能换麦当劳，你可以50块换一个2000cc 的饮料。没有人想喝饮料，所以你差点换一杯星巴克。没有，多换星巴克。有啦，他等价。对嘛，抓你上上不是有讲说跟麦当劳划算，你说可以换一杯星巴克。真的给换星巴克？可以啊，可以换星巴克，那就是喝星巴克。好，所以不要讲导线哦。假设我们先讲说，一般来讲就画，因为学习时可以打过，好不好？所以假设我这样画呢，代表这边有个导线，它是往里面电流是往里面流的。假设我这样画呢，中间是点，代表呢这个导线的电流是往外流的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只要有电流就会有磁场。哎，对，我刚才讲的是说，我们快发现。旁边有指北针，当我导线没有出现的话，它可能是往这边指，也就是这边是北边嘛。当我电流流通的时候呢，它这个磁场会突然转向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假如这边有一条电线，嗯哼，然后我把我的指北针靠近它，它就转。哎，要看什么电啊？高压电。如果是对，如果是交流电就不会转。电会干扰到它。电会干扰到它什么意思？就电会影响到它。电会影响它，因为电会产生磁场。可是交流电，因为它交流电是电会来回跑，所以它磁场一下子往这边一下，往这边一下，往那边一下，往那边。所以对它来讲反应太快，基本上不太会动，它只是晃动而已。不反应。啊，
而且如果是一般家用的电线呢，就没有办法反应，为什么？耗时发电。不是。它有塑料胶。不是，因为在这条线里面是两条线。哦。这两条线在流动的话是一个一正一反，一正一反。所以这条线往这边流，这条线往这边流，刚好抵消。中间再反过来抵消，抵消，抵消，所以这旁边是没有磁场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动作好。哇，你要搞一秒。哎，你要知道它是交流键还是磁铁键？你自己碰碰看就知道。碰碰看不会知道，碰碰看怎么知道？因为交流键电压比较强。你可以感受到来回数据的感觉。交流键没有电压比较强。这个电给的电压很强啊，你碰了都不会知道，那交流电和磁铁电，因为那个高压电旁边会有磁场，会啊会有磁场，我们去实验看看吧。哦，我刚刚讲清水电，我们现在的高压电，我们现在外面在流动的高压电都是交流电。哦。交流电磁场会一直转放方向，你在转放方向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很明确感受。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也证明了，当电流流过去的时候，只要是电流是往外流的，这样子往外流，它外面的磁场是这个方向，是这个方向，啊，这个方向，那越远它磁场越小，啊，磁场的强度越小。那所以我们习惯要怎么去记这个事情？不好记，因为常常用，常常用，所以我们就怎么做？我们就右手定着，安培右手，对，你看。电流是大分子方向，电流往外流的时候呢，磁场很多嘛，外面很多磁场，磁场在磁场就是四只手指的方向，所以用右手呢就决定了一切，这是电流方向，这是磁场方向，这是可以决定的。它怎么样用手都可以啊？一定要。但是逆时针嘛，这样逆时针，你手会这样的，你手会转过去吗？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电线的都是这样的。对，所以假设我现在画一条电线。这边有一条电线，有一条导线，我给它带那个电流。哎，可是当我们从反方向看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们现在看的都是电流方向，电流方向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它到底是这边还是这边？逆时针转。有，那再讲一遍，电流怎么样？然后我们这边看它是往这边吗？然后我们这边看它是往这边吗？我们会看着电流方向。电流的方向，我刚刚讲是电是往外流的，所以它是这个样子。我这样子说它是电流是逆时针，是因为我现在看它是逆时针。你如果从后面看，它那就顺时针啦。啊，对，因为电流是往这样流的。对，我不管它。我们通常会想说，好，这边导线在流动，请问这电流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？谁他妈知道？对啊，不会这样讲啊。我们是这样比嘛。哦，这电流是这个方向流的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会讲是？好，那大拇指朝上。对，大拇指电流方向嘛，这是磁场方向嘛。电流方向。OK， 这就右手定的啊，所以记得，因为这典型的照都没有看书，所以他现在问的这些问题就是书本上就有解释过的东西啊，所以拜托一定要看书，因为你看书你就不用浪费时间解释这些东西，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往下找 ，OK。所以这样问题，假设我这边有一条导线，电流方向这样流，磁场方向怎么走？磁场怎么走？对，电流方向是这样。这边有箭头，看到没？这尖尖的箭头。哦哦，尖尖的。电流方向这样流，这样磁场怎么走？对。OK， 你那是右手嘛？对对。这样没有错。啊，电流这样走。好了，我们来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下一条导线。好啊，吉他，德国塔。现在有一条导线，想象这有一条导线，我如果把这导线绕一圈。绕个圆圈，绕个圆圈，好了，那我看得出来绕圆圈吗？看得出来啊，好，我要绕个圆圈之后呢，假设电流方向朝这边流，那磁场怎么流？我的法，你刚说的。那就仔细听啊，不要跟顾着吃啊，我没有反对你吃东西，我就让你顾着听。可是，不知道怎么绕了一个圈。你如果因为吃东西会干扰到学习，你就不能吃东西。好。啊。这是一个导线，啊，这是电流方向，电流方向流到这边哈，电流方向流到这边，好，像这里面的电磁场怎么流？你看，电流往这边吗？是这样，然后这会怎么样？看见没有？这不是在这边，是这样子哈，是
这样绕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不是这样绕？这边是不是这样绕？这边是不是这样绕？对。这边是不是这样绕？无所不绕。到这边这样绕，所以看出来吗？在这个线圈的中间，磁场是往哪边？向外的。是向里面还是向外的？中间是向。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。从这样穿出去。所以是从外，对不对？是从这线圈往外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我如果画出来，啊，这是我刚讲的这个东西，然后电流方向这个方向，电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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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向，好，所以磁场怎么了？从外向外了。所以磁场是从里面。从外向内。从黑板出来。从对，是磁场是这样的。在正圈内从黑板出来。对。嗯。你反了吧？我没有反。这只是方向看的问题。哎，它是从圈圈外面出来，从里面绕出来。对对对。对，从里面绕出来啊。是。所以如果把这线圈我画在旁边，画在侧面来看的话，你说。打结了。啊？打结了。你比比看嘛。不是啊，你看嘛，它是往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右手要顺着拿啦。它夹好。是啊。它的意思是，就算这样拿，你看哦，我这样拿，电流。磁场方向往哪边？电到啊！磁场方向往哪边？磁场是这个方向，跟我这样哪有差吗？没差。哦，靠压哦。对不对？没没靠压。线头是什么意思？白色的。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从这个的里面出来的。所以透视图画的不好。对。那请你上来画。那个怪圆。怪圆。来上来画。小怪要。都需要。批评人家很简单啊，怎么画一个三 D 图就好？三 D 图，这好复杂，我现在好像我完全看不懂，他让我混淆了。没他的画吧？他混淆了我的一切，这真的好丑，丑肉。不是你们想绕？哦，是吗？很难。干掉香蕉吗？照这么画，这样画好多啊！你才知道。刚刚
一大堆都是要从里面出来的是吗？对对，那是看看。这不是从里面出来，不是从哪边出来？就是从里面穿的这个。这条线遮住它那边，不是从里面出来？简单来讲，它是每个磁线都从里面出来。啊，这个我没讲错啊。哦。其实我没有讲错啊。对啊，我。啊，每个磁线都从里面出来。所以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假设呢？假设把这条线呢，画成一个比较是这个方向的。这个方向哪个你可以看到，这磁力场是从这个线中间出去，我这边呢是这样子出来，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这是要再画什么东西来的？哦哦，看懂了。如果呢，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磁铁的话，我从里面出来，这边是 N 级，这边是 S 级，我是不是这是一个？有。这样的方向。所以假设它是在这个六个面都太空中，也就是六个面都没有东西的时候，哪六个面？就是假设它是两个正方形，哎，然后它是 N。他这样子的话，那他应该会选比较好，就像这样走。而不是这样走。对，他反正选最近的路走。对。好。所以对照这条线跟对照这条线跟这个磁铁，它是不是都是磁力线从里面出来到外面进去，从里面出来到外面进去？是跟这磁铁很像。好了，我再绕一圈。我现在绕了两圈。我现在绕了两圈之后，你会觉得说我这样是更加强。来看一下，不是绕更大圈而已吗？好，我每一条线进来呢，磁力场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是不是？各位，这一条线也加强一次，这条线再加强一次，就加强两次，就相当于是我叠了两个磁铁一样。所以这个线圈呢，你把它绕成那一圈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线圈产生了一个加强的磁场在中间。哦哟，啊，这就是这个电磁铁。你就是说，好，所以我把这磁铁呢绕很大圈，绕很多圈，绕很多圈，它就是超级电磁。我得到越多圈的时候呢，两端都会差更大。我是不是我把它拉成那个容量出来放我家？放好，放好，放好。这是身体绝对没有意识啊。OK， 从你来看哦，这条线这样绕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每个磁力线都会这样走？都是从里面往那边走，都是从里面往那边走，是不是？看得出来吗？我每条线都这样走，每条线都这样走，最后的磁力线都往这边走。可是在这线跟线中间呢，我这是往这个方向，这边呢是往这个方向，这边呢就抵消掉了。所以里面的线都是往那边走，往我的左边走，外面的磁力线都是往我的右边走，我就变成超大的，是变成一个超大磁力电磁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变成一个超大的电磁场，看得出来吗？嗯。知道怎么了？你懂不懂吗？我看不懂。你哪里看不懂？哪里又看不懂了？全部。因为你在石头。你每次讲全部很奇怪。我刚刚的时候，我认真在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是不是你想要吃东西了？我打一个。吃货。对不起。好。没有对。又是一个电视。电钻在箱里面，在手里面。好。那条线，我现在只用这条线比较短哈，但是你仔细看哦。有时候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，不对的。我这是打题啊。不是，你思考一下，你要思考一下。我所谓思考一下，就是说你自己想一下。没有，他的大脑变得跟你转了。
那个一样。对，因为我根本无法。他的大脑都乱乱说。所以我们的交流是一块块的嘛。啊，假设这是我的电流流动的方向，我在这边我的电磁场怎么找？我是这个电线这样走，看得出来吗？这个电磁场是不是从这条线的这个圆圈中间往外流进来？一直流这样子，看得出来吗？这样子流，所以我流到这边的时候是电流方向是朝向嘛，所以是不是从里面出来？那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所以当我在把它绕一圈的时候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绕圈，电流更大就可以了。我是不是同样的，在这边电流方向，电流方向这样子的话，这个线是这样子流，这条线是这样流，这条线是这样流。嗯，这永远都是从里面出来，对啊，就是从里面穿来出来，从里面流出来，里面的会被掐起，因为这个线圈会产生一个磁场，这个线圈会产生一个磁场，这条线圈还产生一个磁场。可是线跟线中间呢，你看，这条线产生磁场是往那边，这条线产生磁场是往，怎么比？你看，你打结吗？打结吗？啊，想一下就好了，啊，这边是往外流。这边是往里面流，所以在这个线跟线中间的磁场就抵消掉了。所以你简单来讲，你可以看到，我如果只画两条线的话，就是一条线跟第二条线，我的磁场呢是，假设我的线，我的电流往上流的话，我的磁场是这样子流出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个手，这边这个磁场是往里面，这个磁场是往外，这就抵消了。可是外围的磁场呢？这个也是往这边流，这个也是往这边流，就被加强了。里面的磁场呢，是往这边流，往这边流就被加强。所以它形成一个线圈内跟线圈外的磁场。线圈内的磁场呢？对，线圈内的磁场像这个方向，它是往这个方向流。线圈外的磁场是往这边，我这边的话是往这边流，你们那边的话是往那边流。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吗？所以呢，这东西是不是很像一个磁铁？我的线圈这样放的话呢，磁场是从在里面的磁场是往这边走，所以这样东西出来。OK， 所以哪边是 N 极 ？N 极是这边。N 极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边是 N 极，这边是 S 极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好了，这电流是这个样子。对。对。所以这电流这样子流的话，我们的线圈是什么的磁场？我们的线流电流怎么流？电流是这样流。如果从这边来看，电流是这样流，是这样流。嗯，这样流的电流 ，N 极在哪里？在这里。N 极在这里吧？不是 N 到 S 吗？对啊。N 是磁场流出来的方向啊。方磁场方向是这样子。我磁场是从里面流出来，对啊，是从里面流出来。什么？我的磁场，先看线圈，我的磁场是从里面流出来，对，从里面流出来。嗯。可是我们现在看电流方向，电流方向怎么流？就是往回走。现在电流方向，电流方向是往这个圆圈的方向走，嗯，是这方向走，看得出来吗？嗯。电流是这样流，电流是这样流。所以电流方向这样流的时候呢，磁场在哪里 ？N 极在哪里？啊，在这边对。所以要用右手。当这四根手指代表线圈的电流的时候呢，电流这样流，对不对？这大拇指是 N， 是 N 上拇指 N。哦。容易的吗？比看哦，自己比比看哦，自己找根电线比比看。我当我把这个导线，这个是电流方向，这个电流方向这边的话，就是我的电流是这样流的，电流是这个方向，是这样流过去的嘛？电流是这样流过去的，这样流过去的电流呢 ，N 极在这边，怎么看呢？因为这个导线在这边，所以我 N 极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从里面往外流，所以这个假设这是个磁铁的话，磁场从里面往外流，这边就是 N 极嘛，所以当我的电流方向是方向，这边是 N 极，这样问题？那你的电流方向？电流方向不是这样的方向吗？
电流方向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流出去的方向。哦，好，是电流方向，它是这样转，所以你的手是这样。对，所以 N 级是朝向我的，而且是朝向我的脸。N 级在修一鼻孔。N 级是朝向我的脸，对，不是 N 级到鼻孔吗？我知道。N 级在这个线圈里面朝向我鼻子这边，嗯，懂我意思吗？嗯。S 级是朝向你们。嗯。OK， 所以这是一个电磁铁的。嗯。可以想象吗？可以。可以想象吗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嗯，就是说你把它串很长，然后我们在单一端放一个磁铁，然后你放下去之后，你只要把它轻轻点一下之后，它会这样传过去。要通电，对吧？通电，对啊，对啊。通科学就行。啊，通。那没有电的话，它只慢慢走，它就是。没有，那跑火车好不好？那跑超快的。是啊，跑很快，那是跑很快的火车，这样。不到那个磁力跑不一样。什么东西？啊，你刚出神了，我知道。啊。他去找他的神。啊，你有空啊、哦？有空这条导片我都放在这里。啊，你们就来自己比比看。我跟你讲，没有错。我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会，导师讲完了好像懂了，回去就忘记了。那忘记怎么办？自己拿线比比。自己拿线比比。对，那比的时候最好旁边不要有陌生的，不然他以为你。这在干嘛啊？就是比的时候稍微这个跟同学讨论一下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是赵公的常态。跟同学讨论一下啊，好。所以你说。这边。那是大拇指。好，基本上呢，你看线圈的线流方向。就是这样。对，电流方向这个方向的时候，我们用手指头比的电流方向的时候，大拇指是 N。它是放在里面的。啊 ？N 是从。我们讲这个磁铁啊，假设这是一个磁铁，我们说这边是 N， 这边是 S， 什么意思？只要这个磁力线从这边出来的话，就是 N 啊。只要磁力线从里面出来，这边就是 N 啊。哪个？这是磁力场啊，磁场，对，这是磁场从这边出来的。这是磁场。这是磁场啊，我们这电流方向的时候，这不是磁场啊，所以啊。它是从这边，然后向不是磁电流是这样流的、啊哦，电流是这样的。对啊，电流这样流的、啊。所以它是入口，这是正极，这是正极，这是负极，所以电流是这样的。对，它是这样的，对，它是这样的。啊？不是，所以这是电流方向的时候，这是 N 极，所以 N 极在这边。对，所以这样的时候，这代表是电流方向，你现在也是电流方向，所以每个导线的磁场是这样转。对，每个磁场。对，每一个导线的磁场是这样转的。哎呦，懂意思吗？啊，磁场是这样转，磁场从里面出来嘛，啊，从里面出来，再从这边出来，从这边出来，所以这边是出来的方向，磁场出来的方向。上周你有在听吗？我听到，这是磁场出来的方向。你没在看啊？啊，这样子电流方向、磁场方向，所以磁场从里面往外流。受力方向。等一下，你还是。磁场的方向就会很久会把流，磁场流出来的方向是磁场方向，对对对，啊，磁场从很少一次。它属于那个，就是那个线看线的环境，怎么发就知道是绕线的绕道，没绕道，对。我不会发你什么，对，你看，对，干，对对。假设我这边放个铁，假设放个铁，
所以我的磁场会经过这个铁再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磁场是流过这个铁再出去。那我们说这个铁的摁在哪里？对呀、啊，因为就它摁出去的嘛，摁出去的嘛。所以我们会定义说，这个磁铁是 N 级在哪里 ，S 级在哪里？但是我不会讲说一个磁场的 N 级跟 S 级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不会讲一个磁场的 N 级跟 S 级。所以假设呢，我现在有两条导线，这样子。好，请问它磁场怎么流？都是往上，电流都往上流，磁场怎么流？是磁场是不是这样流？对不对？假设有更多导线，磁场是这样子，变成一个椭圆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假设我这样子呢？磁场怎么流？这是向下流的电，这是向上流的电。向下流的电。对，向下这边在对应，那所以磁场怎么流？磁场怎么流？来比比看。然后画出来，把它画出来。它会是往两个方向流啊？它会刚好对应一个磁，一个电流方向是往这边，一个电流方向是往这边。好。所以磁场怎么流？磁场怎么流？磁场怎么流？来，子宏，上来讲，对，说看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边朝这个，一边朝这个。可以上来画画看吗？对，它向上嘛，它向上这样。对。对，它是，这样的。OK， 好。然后它是向下的，所以它是这样的。OK。所以你们看懂意思吗？他意思是说，不无所有，彩色。哦，好粗啊！啊，他意思说，电磁场的方向是从两条导线中间向里面流，从这边流出来，从这边流出来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假设呢，我把这画成一条，这边还有个导线，这边还有个导线。磁场怎么流？这两条导线的影响，磁场怎么流？这是上面这条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也是？它是这样子，它从下面向上，也是下面，向上，对不对？这是从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简单来讲，假设这是一个方形的磁铁，这是一个方形的磁铁。N 级在哪里？这是磁力方向，那边这是磁场方向。啊，这个磁场方向我还没到。N 级在上面。N 级在上面吗 ？N 级在上面。N 级在上面吗？哎，不对，它是这样。N 级在上面吗 ？N 级在哪里？对啊 ，N 级在哪里？这 N 级在上面还是在后面？这个磁铁。刚刚我想一下，它是这个方形的磁铁。嗨。N 级在这一面，还有 N 级在这一面，想清楚。有在想吗？有。没有在想吗？我觉得 N 级是在背那个背面的地方。N 级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同不同意？同不同意？N 级是磁场流出来的方向嘛？所以就是来讲的话，磁场是从是流到后面去，再往前面流。是不是？是流到后面去，再流出来。是不是？所以 N 级在哪里 ？N 级在背面。这样的问题，啊 ，N 级是磁场向外的方向，对 ，N 级是磁场向外的方向。这样的问题，对啊，反，哇，赵总，你有你还是 B 什么 ？OK， 是啊，就是说电流方向在上面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手打开，然后那边是 N 级的，不是，一条导线都不要乱看，一条导线没有 N 级的。有一条导线有没有 N 级？哦，对。一条导线，电流在流，旁边就是磁场嘛。嗯。这磁场是循环的在流动的磁场，你怎么说哪边是 N 级？哦。没有啊，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 N 级，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 S 级。嗯。对吧？你要两条啊，你才能去判断的。对，当我两条出现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哦，这两条的导线当中，这个电磁场，这个磁场是从里面流出来的，这边是这样流出来的。所以可以说，这边是流出来的，这边是 N 级，这边是 S 级，可以这样想象。可以。啊、哦，这样子清楚意思吗？清楚。清楚吗？不清楚。清楚。下一个。你哪里不清楚？不清楚。好用的方法哦。为什么它这里流？我。下一次。这
需要很多时间了，但是你们真的回去也要自己试一下啊。我先把这导线折成正方形长方形的，围成一个圆形的，三只毛毛虫围成一个圆形的。三只毛毛虫，一只就会变长形。想象一下啊，风不风的啊？啊，电流呢？这是我们流出来的方向，所以电流是这样流的。嗯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，电流这样流的。好，所以这一条导线的电流怎么流？磁场是这样子，是朝我们的方向，中心朝你们的方向，上面朝我的方向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这个导线的电磁场怎么流？一样，是这样子流。对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。这边是不是这样流？对啊。这边是这样流。对啊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这个方形的磁场怎么流？就是从里面往你们的方向流，流到外面，再从我这个方向流到它里面。对。好，假设这个方形是个电磁铁。N 在哪里？在我们这边。N 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里面的是 N 吗？啊？什么叫里面是 N？ 是吗？什么？又看。假设这是个电磁铁。N 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。来，子龙，你再解释一下原理。哇。对对对，你再解释。快解释！不要害羞。害羞一点啊。更被吓，对，那个从这样子，从这样子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就这样出来，所以那个磁场方向就是它那个电流。哦，出来是往 S， 出来是 N， 出来是 N， 为什么？这都哦，我们画了半天，不就是这样定义吗？我出来是 N 的。这磁场的方向不是定义 N 流出来吗？哦，对。但是它跑出来的地方，它就往那边流啊。可是，那不就跟一条导线的道理是相同的？怎么再说一遍？一条导线？就是说，假设它像这样子嘛。对。它是这样子。对啊。就是你可以这样走。对啊。对啊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可是这样还是从里面流出来。对啊。不管你怎么。对啊，所以是从。里面向外的方向，中间的地方从我这边往你那边流，对。所以假设我把这放到这边来，好刺激。假设我把这放到这边来，电流怎么流？电流是这样流，电流是沿着旁边流，对不对？磁场方向呢是从这边流出来，从这边流进去。所以假设这个盒子是个磁铁的话，它 N 极在哪里？N 极在出来的地方，在这一面，是不是 ？N 极在这一面，怪鱼了。所以你把它反方向的话 ，N 极就变在这边了，这边对啊。你们要超了。怪鱼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这是一个线圈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这四根手指是电流方向的 ，N 极是在这边，是在前面。没问题，这是电流方向。电流方向这样子，所以这四个手指是电流方向的时候呢 ，N 极是大拇指方向，有问题？哦，所以右手定则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单一导线的时候，单一导线的时候呢，它指的是电流方向跟磁场方向。这时候磁场方向它告诉你这是个顺时针，从上面看的话是逆时针，从下面看的话是顺时针方向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时候有没有N 极？没有，不用定义，因为它就只有一个磁场方向。可当绕成一个形状的时候，一个封闭曲线的时候呢，它就产生一个效果是，电流在上流的话，磁场是从这边流出来再流进来的。这时候，假设我们看着它，好像是个合体的盒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说，电磁场是从里面，磁场是从里面流出来到外面来的，所以我就定义说，这边就是 N 极的方向，这边 S 极的方向。但问题。电流方向是这边。对，电流方向右边指。我懂了。啊，电流方向指到这个方向啊，所以你看，这样是不是流出来？这样是不是流进去？就是一样的流出来，从你们的方向流过去，对不对 ？OK， 没问题。没问题了。好，想一下，再想一下。我懂。有时候会忘记哦，有时候忘记，忘记就再想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假设，这边有。啊，累了，同学累了，累了吗？啊，没有累哈。
来想一下啊，来想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刚刚有同学问说，那力怎么作用？有没有力呀、啊？有力啊！有力啊！那你啊，来，这是一个磁铁，嗯 ，NS， 这是个磁铁 ，S， 我要让它吸过去，我就要放 NS， 对不对 ？S， 因为磁力线会有想要通在一起的状况的欲望的趋势，这是一个场，所以眼前呢，顺着磁力场。有吸力，逆着磁力场，有排斥，有势力，有问题，这个要推论有问题，没问题了哈。好，都是问题。这样的一个磁，一个导线跟这样的导线在空中，空中，电这直线有方向哈。哦哦。好，这两条导线是相吸还是相斥？相吸。对。想看为什么会相吸啊、哦？因为这边有个磁，有个电磁场，有个磁场产生的，这边有个磁场产生的。接下来想，这磁场是逆还是顺？它本来是顺的。是顺的吗？再想清楚。顺还是逆？放开。顺。坚持。你上来比比看。坚持。你上来比比看。比不出来就先扣一点。好，扣大一点。扣大点。扣大点。不行。顺的，怎么顺的？比比看，对，比比看，比出顺的，快下来大点。他什么？比出顺的，下来大点。我觉得是逆的，我后来想到了是逆。来，那上比比看，比对的话加一小点。太好了，哈哈，你是不是没看？就是这样嘛，哎，这样，对。然后因为他过来的时候，然后你的右手借一下，啊，顺的右手借一下。你站着，我站着，这样子，啊，我右手。然后这时候这个右手对，然后他这个时候就跟你，然后他就腻了，对，有清楚吗？没有啊，再一次，就是这样的时候，就是另外一边，就我这边，那我们的右手对不对？然后这样过来，然后他刚好就这样，就卡住，他就腻的，为什么这样都出？好，现在都。我他的那个电流会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在这边卡住了，这是。简单来说就是。
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你说。刚讲解错误。对。你这个，那我们应该厚点。厚一点是吧？厚大点。我讲。厚一大点。下次有关键性的影响的时候就点。那我关乎，你问什么问题？有趣的问题。啊，所以哪边是耳？啊？哪边是耳？神秘是哪边在的时候？这没有恩啊，这没有恩手。好，这没有恩手。那第一条这样翻，你翻这样的时候，你看，这条导线是这样过去，这个磁场是这样过来。错，画错了，对对对，画错了。这个电流是这个方向，对，磁场这样，这样顺啊。哎，它顺有个趋势，它顺的，因为它这个绕圈圈，它会想办法吸在一起，会想把两个导线吸在一起，这样会更顺。啊。这样顺跟逆到底有什么差别？啊？就是到底为什么发生顺跟逆的？因为电流方向。对啊。可是不是说好了只能往这边走？如果两次都是往这边转，就会卡在一起。对。如果一次是这边，一次是这个，就是顺的。对。哦，好，我懂。那顺跟逆卡在一起可以干嘛？发出较大的力量。你没有看到旁边的？是哦。啊。你不是应该拉在一起吗？对，我现在。那为什么逆不是逆不是？我们刚刚讲了。这个磁场方向它反正这样子对不对？它是这样子对不对？可是它如果靠在一起的话呢？它会顺进去啊，它又不需要走这条线。那么这样，我看到是逆吧？哪边逆？那这样是逆的。哦，没有，这样是顺。哎，这是这样是逆啊。逆，这样是逆耶。逆，它会卡在一起。对啊。你说这边卡在一起。这边卡在一起对不对？不是，对啊，可是，对，哎，同学，这是一样，这是一样。对啊，这样是压迫的，这不是逆吗？哎，这边会有逆，跟刚你刚讲一样啊，导线。哪边更？这边。啊，这边很近啊。它不就很长？哪个比较近？就很近啊。哪个比较近？我相信这边好近。哪个比较近？啊，对，哪里？比他。这边不是比较近吗？这顺进去跟这边出来，这不是比较近吗？哦，对吧？哦，可是这样逆啊，这样是逆啊，这样是逆啊。但有逆，一定都有逆有顺嘛，一定都有啊。那逆也那有逆，那分别顺到哪种？有逆有顺，但是你知道顺的时候它靠在一起啊。你先拿那个纸给你看。Oh, 你看哦，这磁铁哦，我这样折在一起，它吸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可是你这样反挂的话，它……哦，我听到神圣的声音了，超神圣！来，你看一下，对吧？我把这一小阶段闪电讲一下，你可以回去想一下哈。可以吗？这是 N， 这是 S， 这是 S， 这是 N 的时候，它会吸引力哦，它会吸引力哦。它吸在一起，看，它吸在一起，因为这个磁场是这样过来的，它完全顺在一起。可是呢，当这个东西要放进来的时候呢，它就要变成卡在一起。我还没靠近的时候，这边是不是这样子？这边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是逆方向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这个 N 也想过去啊。哎呦。对不对？哎呦。所以到底谁比较多，谁比较强？所以你可以去看嘛。我看过去的时候，一定有逆力跟顺力好了。那他在排斥的时候，他当然一个地方是逆力。不管怎么样，因为他这个比较近，他的力量强一点。这磁力线到这边已经比较弱了，磁力线到这边比较弱了，所以他这边排斥力没那么强，但这边很也是吸引力，这边是吸引力。我觉得是吸引力大过逆力的。对，所以慢慢看看。化成神，然后把这二点，你说化成神的，对。好，那我下课，拜拜。拜拜。对，我今天比较费家，我已经走。然后是不是出来？咋啦？你是出来？是啊。你呀、啊。这个上不就相似吗？超相似吗？你们这些渣。出来的方式。就是相似力大于吸引力嘛。两个内裤男。相似力大于吸引力吧。因为很高级。
这不是向外吗？是不是向外吗？向外是向次。嗯。而且这就是这么近的向次。哦。这是这么远的。哎，对，应该。假如这有顺那一条，那向次。哇，痛啊！哦。啊？哇，痛。哦哦 ，OK， 不能带回去哦。好，下课了。废话，我也没带回去啊。你看，我们这样放这个，你还想？不是有灯吗？我们交给你了。